这个套装的话，我觉得最主要就是你们回家，其实我觉得直接这样子搭也很好看，或是你们要分开搭，这个上衣你们配牛仔裤也会很好看，因为这件上衣的版型我自己还蛮喜欢。它其实这边是不会到那种很松的，它其实是很刚好，它其实是刚刚好。所以如果你是 XS， 就是如果你是很偏瘦的女生 ，XS S 号，其实它穿起来都是合的，但是其实它弹性也可以到很大，超大的。对，这个应该到 L 号是绝对没问题啊，因为 XL 我就是 L， 对 ，L 号绝对也没问题。而且这一件真的穿起来像180。180，我想腿长真的超级长，超长的，超级长。我穿那一件也超长的哦。而且我们没有作弊，我们也没有开什么特效，就是这样。它应该已经像在开特效了吧？真的，这超长的。而且这种是其实它也不卡裆，我觉得通常啊都是因为裆比较做比较上面一点，比较贴合一点，才会觉得显腿长。而且这件我觉得很厉害，是它裆其实不会到那么合，但是它却可以看出就是腿非常长的效果。所以我觉得你们如果喜欢穿那种舒适系列的人，可以买这一套，对，超级舒服。OK， 而且我觉得方领好看，是因为它的那个看起来锁骨真的很瘦，超瘦的，对，真的很瘦，而且我觉得蛮有气质的，就是带一点质感的感觉。然后它袖子你们可以自己调，因为它袖子其实是做这样弹性的，所以你也可以，你如果喜欢袖子稍微就是你知道比较蓬松感一点的话，你可以把它往上拎一点，这样子。那你如果不喜欢露手臂太多的人，他就正常这样子拉下来穿就好了，就可以遮一下手臂。因为有些人不喜欢露手臂，这一件其实我觉得是不爱露手臂的人你可以买，因为它完全不会露出来。